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新春大发财！哦，恁两个吼，这个开场就送这个礼物哦，观众朋友啊，哦，这是吼、哦、真正特别的礼物哦，不简单啦，啊，今日初二啦，啊，啊，这啊这查某囝的人拢爱回娘家啦，哈、哦，北区的小娃娃呀，回呀嘛回娘家。哇，这条歌真正适合今日吼播给大家听呢，啊，因为吼、哦、我两个吼未晓唱歌。所以哦，请胡弟吼，编一段迄个舞吼，阮两个吼做伙吼来跳，送给观众朋友看。对、哦，阿叶大哥，制作人啊，讲啊，我们啊新年搬到新的台，啊一定啊，给观众朋友啊，无甲平常时无同款的哦，是平常时啊看袂到的内容，爱送给观众朋友啊，啊所以啊就叫我编一首舞，啊甲阿明姐做伙跳。我看无，啊，这一首回娘家就很适合今仔的日子哦，所以就选择今天啊送给大家。哦，你啊，你要给大家等遐久啊！观众朋友看了哈，啊有欢喜无哈？啊，难得哈啊，看到吴蝶在啊我们节目中啊跳舞哈，迄个啊做迄个飞舞，啊这尤其是哈，好这哎阿斌哦，啊这。讲吼，啊，这个较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就真正讲有做出来，啊，所以今日吼，啊，这特别的话，啊，准备吼，啊咧，哦，好过年尾吼，啊咧，大家欢欢喜喜啦，是啦，啊，初二啊，大家落来啊，回娘家啦，哈，啊，嫁出去的查囝哈，啊，今日就是讲。回娘家甲四大人哈，甲厝的人团圆啊，所以哈，儿子陪老婆啊回娘家啊，女儿带女婿
啊，回娘家，哈哈，所以哦，安尼哦，就是跟他搞我同款的。对啦，哇，叶大哥，其实吼，初二回娘家吼，嘛是有一些习俗拢爱遵守的，嘿，这对吼娘家哎，啊，搁有吼对家己吼，拢规年的运气吼，才会好哦，嘿，啊，这嘛是古早吼时代老祖宗传落来呢。嗯，但是吼，即卖的人吼，拢百无禁忌啦，应该足侪人拢唔知啦。有一条哦，一定爱带伴手哦，也是讲吼爱包红包。红包哦，这包红包吼，这个代表吼吉的日子。一个红包，搁爱吼包迄个双数诶，哦，这个代表吼，啊，这个吼啊过了吼，啊这过了真好，过了真好啦。啊，所以啊，啊做查某囝诶吼，绝对吼啊未使伫迄个初一吼回去。哦，啊，就所以吼，啊，这要切断去，影响吼，啊，这处于安尼啦，啊，外家头啦，哦、啊，安尼啦，哈，啊，拄啊讲带伴手的，那是我吼，啊，加带啥，恁知影无？带啥？啊，每日拍拼拍拼，为着这，啊，爱你就是为你好，你穿甲水水。哦，安尼，你有听起来就足欢喜的啦。啦，变一个啦！哟，阿叶大哥，莫怪啊，找你啊，我的妈妈拢叫阮姐姐啊，赶紧转啊，较早转来诶，嘿，啊，因为啊，食完中昼，啊，都要甲因赶转去。哦，无要烦恼，就甲杀转去就对。啊，我以前啊，拢感觉足奇怪，我唔捌啊，为虾米啊，食完中昼都要甲因赶转去啊？哦，嘿，这就是吼，咱老祖宗留来风俗。嘿，咱转来厝里做客查囝吼，爱吼，伫咧暗时。要食暗顿以前，得爱离开呢。哎，要食暗顿以前爱离开哦，未使留落来食暗顿呢。啊，卡叔啊，做伙吼，食暗顿吼，食到底吼，安尼吼，咱的人讲吼，哎，迄个吃穷娘家啦。你看，咱对这个除夕啊，讲到今仔日啦，啊，初二啊，哦，每天吼有迄个拢讲到习俗吼，拢爱注意的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华人啊，啊，过年哦，都是有啊，建立这的这风俗习俗哦，是啊。所以，但是这安尼咯带来吼，啊，都足闹热的安尼，啊，足好耍的代志嘛，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今嘛吼，这个时间多好。食中昼顿，啊，伫咧陪吼阿爸阿母吼，伫咧泡茶开讲啦，诶时阵啦，啊，拄拄啊好做伙看咱诶报道漫步，啊，观众朋友，唔知恁有吼泡咱诶泡尼啊茶吼，请你诶囝婿啉无？啊，现在啊在看节目，泡茶，吃点心，嘟嘟啊好哦，嗯，啊啊，搁有哦。阿爸阿母啊，即马应该啊，拄啊已经收到查某囝甲囝婿的红包啊，即马应该足欢喜的，对唔对？啊，过年啊，就是爱安尼啊，大家一起团圆，上快乐啦。对，不管啊是大包还是细包，拢足欢喜的。只要有收到，就拢足欢喜的。人讲哦，啊，囝婿是伴主嘞，哦，啊，其实初二吼回娘家的习俗吼，嘛是同款拢真济啦，哦，咱啊阿杜啊吼啊讲的，就是讲哦，除了咱哦除夕啊啊加初一，哈啊未使哈啊登外家安尼，哦啊包括初四、初五，哦，这习俗嘛是拢未使登外家。啊，诶吼，迄个分调吼，啊外家啊，即福运就对啦。哦，即个有诶咧人吼，计较、计严肃咧。哦，对无？啊，而且啊，今日回娘家啊，啊，即个都爱吼，像阿杜啊、阿斌讲诶安尼，哦，都爱哦，阿杜较早登记诶。啊，较早转去外家咧，吼，啊，就我看是两三点吼，食饭完都较早转去嘿，食饭来赶紧离开啊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啊，若无吼，即会讲会加迄个啊，做外家吼，啊带来迄个无好诶即运气啦，对啊，所以哦，啊，咱就切记。
啊，那有诶无办法、无时间等于外家人联络啊，咱就啊改农历啊二月七日，同款是二。哦，啊能啊，啊就甲报啦，报等于外家就对啦，回娘家就对啦。啊，这吼真正这禁忌吼真正足侪呢吼。啊，咱即马吼先来吼安排一条歌，啊，吼观众朋友吼来休困者听一下歌。啊，等下咱阁继续来开讲。哦，啊呀，大哥，咱即下要安排对一条歌咧。啊，拄啊，迄有唱两三句，迄大家嘛拢会晓唱。对啊。啊，老尾。等去哦，陪太太等去回娘家，你一条就真正哦，小点难过啊。哎，那唱等于都对啦。为你发病。哦，来。初二呢，观众朋友，你有感觉讲吼，阮啥物无共款无？对啊，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咱这一米大一寸呢，哇，变较大呢，真正呢，
车伊真正怎啊长大起来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所以大家拢爱回娘家。阿官吼，即马吼伫即个新的台吼，嘛是第二天甲大家见面呢。啊，也是吼，爱请各位咱的观众朋友吼，大哥大姐吼，假使恁有机会吼，就请恁帮忙甲阮宣传啊，通知吼，你的亲戚五十朋友吼，甲因讲，阮的宝顿曼无搬厝啊啦，爱伫个120台吼，才看会到。嗯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啦哈，啊，感谢各位啊哈，啊，即马过咱阁继续讲哦，这个车子的车代志，啊，你敢知影哈？啊，什么啊？有车子回娘家这个习俗是安怎来？嘿，哦，我先甲恁讲，咱就听叶大哥来说。以前有一个查某囡仔。伊无观音爸爸的反对，啊，嫁予一个善嫁人，哦，后来因爸爸啊，即往生去，啊，因妈妈啊，就会作思念因查某囝，啊，所以啊，即因妈妈就是啊，这个找因查囝，甲囝婿啊回家。吼、哦，啊，讲吼，吼、哦、办一桌安尼足澎湃，安尼吼，哈、哦，大餐吼，啊，安尼啊，大家团聚安尼。所以本来啊、就是妈妈去思念查囝啦，哦，啊，后来哈、哦，啊，甲这个啊团圆夜，哦，啊结合，哦，啊，所以哈、哦，甲这个除夕拢是同款啦，啊、哦，是团圆的意义啊，会回娘家呢，哦，啊，除夕。啊、本来就是团圆月啦、啊，大年初一是、啊、拜年的日子啦，哦，哦啊、所以、啊、回娘家就定在迄、那个啊初一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叶大哥，我第一届啊听到这故事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啦，真正有够厉害哟。人讲哦，啊，看一寡典故，看一寡故事，就会去看到这个、这个啊，哦，啊，是安尼，就啊加减个记咧，安尼，哦，我咧讲吼，啊，正月初一叫做吼，啊，这个囝婿日啦。哦，那个有安尼，敢那定的安尼讲的啊，啊，所以出嫁的这查某囡仔吼，啊，就爱带这个吼，因翁啦，啊，因翁吼，啊，这女婿啦，啊，甲啊，甲带啊，囡仔就是甲，佮带囡仔等于吼探亲的意思啦，哦，啊，而且吼，啊，袂使敢那个敢那手空空哦，登去安尼啦，啊，一定哦，爱准备一寡这啊礼品。啦，哦，等于哦，啊，礼物啊，等于是安怎呢？哦，啊，准备礼物哦，因为哦，礼物代表，哦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嫁的日子，哦，过得真好，哦，啊啦，啊，查某囝哦，已经啊，啊，嫁出门啊，就是算哦。外人啊啦，啊，啊，即做妈妈爸爸的人吼，嘛都爱当初吼，啊，即个啊，伊的查某囝是吼，敢那人客啦，所以查某囝等于做客，做客啦，做客啦，哦，而且吼，佮东江吼是袂用留落来嫁的哦，不过即卖吼，出侪人吼，拢无照安尼做啦，即卖少年人吼，拢是百无禁忌啦，足侪人吼，拢佮带一暗啊两暗吼，倒来伫咧陪爸爸妈妈，啊，即来倒去。初二还阁有一个习俗，哦，唔知观众朋友有听人讲过无？哦，就是讲新婚的第一年，诶，这个查某囝那边哦回家，哈，因女啊因妈妈就对啦，都正丈夫啦，正丈夫啦，都爱哈啊送这个囝婿哈，哦。两只鸡，两只鸡，这个代表哈啊，祝福啊，早生贵子啦，叫早生贵子啦哈啊啊！如果哦，查某囝啦第一次哈啊啊带孙啦啊，等伊哦啊嘿哦，这都爱搁较功夫的啊哦，妈妈都爱哈啊上鸡腿，哦鸡腿咧，而且用红线。啊，白果子啊啊，这个啊，白伫迄个外孙哦，下底咧啊，阿妈棍食哦，即叫啊做割红菜啦。
啊，这不过现在哈，啊，即马的人哦，较袂遐功夫啊啦，用红包安尼就做啦。哦，哇，叶大哥，我实在好佩服你啊，真厉害耶呢！啊，观众朋友，拄啊叶大哥讲的遐，你是不是拢有听过啊？叶大哥，你还佫有啥物会使甲阮讲的呢？哦，啊无吼，你也准讲，你今日讲足侪呢，互阮增加足侪迄个。地府烟呢？嘿，啊，咱是咪先来听一首歌？我讲哦，啊，我这了知影这济吼，其实拢少一半拢听我阿公讲的啦。哦，我阿公伫阮庄外出名的呢。哦，人讲叫伊神伯啊，神伯啊，金蝉的蝉啦。哦，啊，唔等于啥物拢会响。哦，我阿公哦，买啊绣花、绣鞋啊啥呢？我阿公哦，九十七岁到往生去安尼，啊买啊车。啊，三声安尼啦，哦，哦哎，对这个对这个习俗吼，拢哦拢都足了解安尼啦。哦，够厉害，你恁足幸福的呢。啊，那个叫金身伯啊，吼，伫阮村外出名。哦，真正听足侪故事的啦，啊嘛，增加足侪知识的呢。我看今仔日吼，啊，咱哦嘛拢有讲对查某囝，拢属于女性。嘿。啊，啊，这个啊都像竞赛的这个。哈，丈夫啦，哈，啊，这哦，总是哈，啊，这做妈妈的人，也是讲啊，女性哈，女生哈，啊，拢哈，啊，非常的辛苦啦。今日虽然不是母亲节来讲，哦，啊，这登外家，啊，拢跟妈妈有关的，啊，要登外家，这嘛是妈妈。啊，所以叶大哥，你今日要安排，等下要安排什么歌咧？啊，所以知爱知影吼。哦，这个哈做妈妈哈，而且啊，这个心境哈，啊，这个爱心嘛呢，啊，所以我唱这妈妈的歌哦，遐几条啊呢。我想哈，啊，今日这我啊这来唱妈妈这个较辛苦的，迄啊啊，佮我表达较清楚的都是啊慈母心啦，啊慈母心这条，这条表达较清楚安尼。啊，妈妈真正哈，啊，就为囝啦，为查囝，烦恼查囝。啊啦，安尼吼，哇，查囝咯，咱讲啊，当外家迄时做啊妈妈的人是偌欢喜的，你感觉吼？而且相信恁妈拢有看到安尼啊，啊啊，足欢喜的安尼。所以人讲啥人拢讲查囝菜，查囝菜，查囝当伊妈妈拢一直物件搬去搬去搬去给当伊，对无？啊，这个吼，这妈妈做妈妈的人吼，较受伊啊嗦，唔是伟大尔啦，哦，这哦真辛苦，真辛苦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咯，啊，今日来听这个啊，慈母心这个，哦，啊，听慈母心这个，好，来，咱这回来听。
情戏一半，烧掉自己，照出光线，一生总是为子大。天气若热，阿青阿替咱来试看。天气若反寒，半暝替咱加被单。你的苦心，阮嘛知影。你的假是阮嘛有听。阮的打拼，阮的打拼，争取好名声。哦，你甲看这堆啦，哦，这堆就是他做黄顾问吼，特别巧的，你巧的，嘿，巧来，特别莫来，你甲看，会拢伫遮，唔免烦恼，今麦会无够，吼，一冲来来，咱今麦吼欢喜过新年，这特价感恩大优惠，今日赶紧看这组目睭灵，吼，恁看到这目睭灵，是足侪观众朋友拢非常的。需要的保养品，对啊，不是讲观众朋友吼，大下大细你需要，你嘛就是，嘿，我阿妹本人嘛做需要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尽量加熬，不管吼迄个蚊啊来是吼飞过几只过火吼，吼拢吼真正吼袂歹，啊个吼安怎目睭会涩？会流目油，吼、啊吼，这吼，系目睭晒干，啊是吼畏光啊，吼、嗯，吼、这个目睭人真正实在有够舒适的啦，有帮助啦，对，观众朋友你看。这是人墙哎，摆出来啊！你看，这一定是大回馈啊，特价大优惠，没有观众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黄顾问知影，目睭灵啊是大家真正足需要的物件。嗯，他拄啊吼，伊来什么咧？我底下还没讲偌久咧，敲偌久咧，只是吼无呈现伫个头前，互恁看咧啊。我来用要避免啊咧，我甲讲吼，因为过年的时阵吼，才有名啦。对啊。啊，咱这目睭灵吼有偌厉害，都有偌厉害，常常听到。足侪观众朋友拢卡来分享，啊，黄顾问嘛上爱吼出卖这个，伊讲出卖，伊拢出卖因表表兄啦，拢讲因表兄的代志予咱听，伊讲因表兄因为进往来，吼啊啦长期拢吼迄日头公安尼甲拍吼，啊第一做工课安尼，所以目睭吼拢予迄紫外线吼伤啊到吼造成迄个白内障，嘿、嗯、啊黄顾问问讲安尼要，伊问黄顾问讲要食啥，吼黄顾问怎甲摕这吼、個。给伊食，咱嘞目睭灵给伊食，哇！伊食了讲甲讲，啊，这是啥物件？咱才好用啊，咱才熟悉啊嘞。啊，一个半月后啊，他就跟黄顾问讲说，哦，他现在可以看到光了。哎，本来拢无呢，伊怎甲讲啊？这啥物件？咱我食一半个，一个半月后一半，哎，过半月尔，就变作会当看到光啊。哦，怎欢喜啊？拢去甲伊的亲戚五十朋友拢介绍，咱的目睭灵有偌好，就偌好啦。嗯，啊，新同学啊，可能没有看过咱介绍咱的目睭灵。对，啊，不过大家都知道那个紫外线啊，会伤害眼睛，对不对？伤害咱的目睭，啊，会造成白内
障跟黄斑部病变啊，因为那个紫外线是直接射的眼睛哦，啊还会造成那个水晶体会伤害到我们的水晶体，啊那年纪啊愈来愈多啊愈来愈老啊，那水晶体就会渐渐的慢慢的混浊，对，然后慢慢的会产生白内障的很凶，对，啊那是受过严重，对，失明，啊咱今日安怎买来？明仔怎买？今日哦，年终大优惠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本来五罐五千哦，今日特别的，我头拄仔底下还没摇出久，搁送一罐。哇，赞啦！六罐六千啦，搁送一罐五千，六罐五千，六罐五千，搁送一支，哦，这好年的呢。好年干三零四诶，三零四诶，好，你看这真正三零四白底啊保温的哦，吼，当保温的吼，啊，这好年哦，电话金卡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今日安怎买？搁讲一届，认真听哦，过年较有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哇！六罐哦，才五千块呢，本来吼六罐吼，原价都爱偌济啊呢，对哦，10800了，今日唔免，今日吼六罐才五千块呢，观众朋友，这真正吼拢，这拢当个上来，迄日子拢做新鲜的，拢会生来啊呢，会当互你下真久，所以吼电话金卡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这吼真正是食安怎，搁讲一届，你出去看到光的胃光，流目油，流目睭屎膏，啊吼迄个蚊啊。是一只伊飞飞来飞去吼，伊会减少去的哦吼，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当甲你帮助，目睭会吸摄的吼，安尼，这拢对咱的目睭灵吼，咱的目睭摕当个吃吼，对伊真正是帮助足大哦。啊是吼，看物件拢安尼雾雾雾雾安尼吼，安尼吼，赶紧的哦，哇，哦，搁有安尼，老妹啊，你来甲搬落来，哇，甲搬一组落来，好，紧的，电话紧继续，啊，安尼两组啊，电话紧继续卡，四组啊，哇，哦。哦，六组啊，进来进来，电话进来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哇，咱即马有人订，所以吼，我叫副队紧甲客落来吼，观众朋友电话紧继续啦，人客会啦，这人客会哦，进来哦吼，人订啊，我电话紧，我紧叫副队紧甲摸来，无带无夹，这拢是要送的，吼，啊，就是要一组，就甲客一压落来，吼，吼数量有限，伊讲吼。伊讲吼，总共200组尔，所以吼、观众朋友电话紧继续看，唔好错过这个好机会。咱吼看物件咧雾雾安尼，蒙雾蒙雾蒙雾吼，啊，迄个诶感觉颜色会偏暗吼，所以吼，得爱赶紧把咱的目睭灵摕当去保养你的目睭。啊，出去看到迄日头光吼，目睭安尼吼，足艰苦会擦的吼，还是暗时吼，看物件看袂清楚，因为咱愈来岁数愈来愈大，啊，咱吼咱的水晶体吼会变浑浊，浑浊，快一组来，快起来，进来，好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。啊，尤其吼，咱的白内障的几率更加悬，哈，再两组进来，起来，再摕两盒落来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。电话继续卡，进来要好，咱若真讲吼，咱若白内障有开过倒过的人吼，更加吼爱甲保养，较袂阁会愈退化愈退化，所以观众朋友啊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。哇，电话拢满线满线，观众朋友，啊，进来搁客，搁客，进来，哦，进来，三组，哦，搁一组，搁一组，搁一组，进来，哦，我真无闲诶。咱吼，咱若准讲目睭灵吼，伫咧外口要保养的时阵吼，为什么？外口无？咱咧目睭灵到外口为什么无共款？因为咱内底有迄个啥物呢？玻尿酸。嘿，咱咧目睭吼上重啊，上外口一定的视网膜，就是需要咱的玻尿酸来维持咱的目睭的湿润度。啊，卡斯玻尿酸来一直到身吼，你目睭就会变安怎？干眼症。所以咱目睭灵内底就是玻尿酸来补充啦吼，所以赶紧的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七。七六三八八八，咱这项目较无共哦，玻尿酸哦，赶紧嘞，加油加油，紧嘞，加哦，紧嘞，是不是？嘿，两个，搁一组，搁一组，搁一组，好，搁一组，搁一组，观众朋友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，200组，赶紧嘞，要继续卡，继续，搁两组，搁两组，哦，搁两组，嘿，
特别原因啊，电话警察，咱平常是目睭爱涩、爱流目油、爱畏光，也是有这问题吼，拢是玻尿酸，嘿，拢是玻尿酸流失咯。卡输你有这问题的时阵吼，给家己一届机会，啊嘛，给咱的目睭灵，试看咱目睭灵的迄个厉害，赶紧的电话紧继续卡，紧去等去保养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我甲恁讲，普通是拢5,000，今日较有呢，因为过年大回馈吼，今日吼6罐5,000。搁送一支，送一支好年的柑仔呢。哇，真正吼，你也无买到，无抢到，真正足可惜。200组尔，限量200组，唔好错过哦。赶紧哦，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8888，进来搁开3组，落来3组，好，搁开3组。哇，这摆无安尼，这摆无啊，紧来电话紧继续卡，紧抢哦，吼，无抢输人。这过年好有尔，咱不能抢输人。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8888，对。我讲。紧嘞，还阁有无？啊，有紧摸起来。对。来来来，来底滴滴紧嘞。阁有啦，阁有无？紧摸嘞，紧摸嘞，用要无回啊！紧嘞，来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8888。哎，小弟，紧嘞，妹妹哦，紧嘞，倒摸起来，倒摸起来，紧嘞，来0800-7638888。咱啊0800-7638888啊，卡未通吼。嘿。咱得吼，咱得爱吼卡8-6-3-8-8-8，嘛是会通。即马规个拢满线，我甲你讲吼，爱有耐心卡。对。卡好一通，就是你下都赚着。恁今日吼。哇，普通时是五啊吼，5,000块，今日吼过年呢，6啊，你讲5,000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哇，安尼吼，6啊5,000块，六啊5,000块，搁送一支柑仔，这好白吼，哇，你看目口一只好呢，好年的呢，好年的呢，哦，特别去订做的哟，特别的哟，赶紧的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8888，补货啊，补货啊。开始补回复第一道补一下吼，我今来讲，咱吼大兄大姐咱也目睭吼，普通是拢会安尼涩，爱流目油，会畏光吼，这就是咱的玻尿酸流失啦。咱年岁啊愈来愈侪吼，咱这吼血晶体的玻尿酸就会愈来愈大，愈来愈流失。对啊。咱哦补好安尼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紧来，两组，跟两组，跟两组。哇！电话紧卡，0800-7638888。哦，进来，再摕3组落来，进来。哇！电话用要无啊？进来，观众朋友，爱唔通错过这个好机会，赶紧电话。过年较有尔，因为吼要感谢观众朋友对阮吼宝岛漫无的信任，甲再支持啦。跟两组，对咱宝岛漫无的爱好甲支持，为着要让恁的身体健康，这真正是足好的物件。所以吼，年终吼过年吼较有尔。特优惠，紧嘞！大回馈，大回馈吼，买回馈哦！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，安尼哈，5,000块，搁送一支柑仔吼，这保温的304的哦吼。哦，哈，有人订3组，搁3组无啦，人订3组，不限组数吼，你一个人卡电话要订2组、3组、4组拢可以，就是总共吼，就是200组吼，200组。玩就无啊啦，迄个黄棍讲的，唔过吼，只要你来敲电话来，我会含伊销量，我会含伊钱啦吼。所以你电话继续敲，搁两组，嘿，搁两组，啊，3组，搁3组来。弟妹，搁无货啊啦！电话紧继续敲，0800-7638888。我甲因讲吼，咱这目睭呢是全方位产品吼，咱开一点仔小钱，对啊，会使甲咱目睭吼保养吼做好啊，做。这目睭真正足重要啊！咱目睭也无看吼，爱叫人看是真麻烦的呢。是说大家拢足无用的呢，所以咱一定爱把咱目睭顾用，顾好金，顾好面安尼吼。啊，即卖用手机啊，不是都有蓝光吗？嘿，现在那个。眼睛老化啊，退化问题啊，已经啊不是老人的问题咯。哦，够够，能做，少年人嘛，哎，就够好呢，就要赶快保养眼睛啊，增强他的抵抗力、免疫力啊，目睭够好，啊，你去外口佚佗啊，唔该爽快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观众朋友吼，咱若真讲吼有岁数，还是讲吼少年人，目睭也涩的人吼，更加爱甲咱的吼，咱的目睭人客当去做保养。咱今日是安怎呢？因为吼，咱今日是因为年终啦吼，过年大放松，进两三四五六，今日吼6罐才5,000块尔吼。咱是过年哦吼，过年后6罐5,000块，搁送一支吼304的柑仔，足水啊！今年是好年，才特别应一只好。金好呢，所以观众朋友电话紧卡0800-7638888。咱的原价10800呢，嘿，一零
1,800,000，今日唔免，今日吼六啊哈5,000块尔，所以观众朋友紧嘞，电话紧过紧落来啦，唔通错过这好机会。满线满线，够两组三组啊！哦，够人订三组，我讲吼，佮咱强调者，咱若有迄个蠓啊，伫遐飞来飞去的，啊是吼，动不动就流目油，啊是胃梗流目油，腮哥目睭会涩的，这观众朋友一定爱给家己机会嘛，给我来目睭灵，知影伊的厉害，甲咱来目睭灵要当去做保养，真正对你帮助足济啦，所以唔通错过这好机会。对哦，真正有够赞的啊！今嘛讲广告时间到，观众朋友，你搁电话继续卡，继续卡。我今来到这电话用要接袂去呀。啊好，咱先来听歌，啊电话继续卡，唔通停哦，继续卡哦，来听歌。一台马车跑山边，载着心爱有金枝。一台马车跑过边，马蹄声音向溪边，可爱的车，起起靠靠，摇来摇去，载着我甲你，看来看去，好景致。到黄昏时，阮才要倒去。车起起靠靠，摇来摇去，载着我甲你，看来看去，好景致，到黄昏时。阮才要倒去，到黄昏时，阮才要倒去，到黄昏时，阮才要倒去。观众朋友，今日咱介绍的产品，确实你有介意哈，会用阁继续卡电话哦，电话就是0800-7233888。啊，咱吼开工就是初七，会马上帮你处理。啊，所以你电话阁继续卡，啊，甲你的大名，啊，你的电话号码，啊，你要爱产品，拢甲留咧。啊，阮初七开工，马上咱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你吼处理，啊，甲恁寄出去哦。对，爱继续卡电话哦。嗯，阿叶大哥，你阁有啥物爱甲阮甲观众朋友讲的无？哦，讲足济啊，那个头壳内底吼记足济，啊，甲大家讲一个吼，啊，这个啊足重要个啦哈。如果呐吼无肥娘家的人啊，啊，你啊切忌动工啊，有时间，啊，你就会使吼去做一件事。做啥物代志？啊，这样代志，因为哈，啊，这个正月初二是哈头月，人讲头月啦，哦，啊，那个有会买月对不？哎，看我年底对不？啊，这个初二就头月，哦，啊，头月你就会使哈，啊，去恁家哈，伫啊，譬如讲恁无回娘家的人的附近哈，啊，这个有。
土地公庙吼，啊去拜拜安尼，哦，拜拜，啊，就是安尼买晒啦，啊，即吼买晒讲吼啊，沾一下喜气啦，哦，啊即啊带财气啦，哦，哦，登来厝啦，啊你上重要的是吼，啊要求财，求贵人啦，啊过年期间啦，啊你庙内吼拢有真济人嘛，是，哦，啊就会较。旺嘛，哦，沾沾人气安尼吼，啊，那呢，啊，气就愈旺安尼，哦，啊，贵人就会上门来。哦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啊，啊，有贵人就会有财啊。哦，有叶大哥讲的嘛，真有道理的呢。其实吼，每一个月吼，初二吼，足侪人吼，本来都有这个吼，关系拢去拜托你公伯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就要讲拜托你公伯。我想到啥来？啥物代志？加这个拜托你讲白啊，吼！啊，你甲托你讲去讲啥物吼？都嘛爱讲哦，唔能够念到嘴来尔，哦，嘛爱讲出声，哦，啊，若讲无人的时阵，若较无人的，你讲较大声，啊，无伊惊哦，年纪轻，耳感不定嘛较重啦，会听较袂清楚啦。啊，你今日加讲的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对嘞，讲较大声，啊，你讲较大声，观众朋友，安尼恁知影吼，叶丹哥甲。恁讲吼，啊，无人的时阵，咱就讲较大声嘞，安尼吼。啊，正月初二吼是一年的第一个吼初二啦。啊，假使恁有时间吼，会使去特地公伯遐吼，啊，甲行行，真正袂歹呢。像叶大哥讲的吼，会甲带一些吼财气和贵人回来哦。啊，明姐，我感觉啊，今年啊，跟叶大哥学足侪物件的呢。真的呢，啊，今年啊，我们刚好又搬的新的。台啊，120台哦，一开春哦，就祝福大家吃百二哦。啊，搁听叶大哥讲这么多故事哦，真的是收获满满满。吃百二，吃到咕咕咕，吃到噔噔噔，对对对。哇，叶大哥讲的真有道理的呢。嘿，其实吼，每一个月初二吼，足多人本来就拢有习惯去拜托你公，嘿，正月初二就是。哎哎，稍等一下，我你讲拜托你公吼，我简单啦，阿在这里插话一下。哦，要去拜托你公吼，哦，真正吼，啊，唔好吼，干那讲要讲啥吼，求啥吼，啊，讲你嘴内安尼，伊咧许，哎，去那讲来讲吼，年纪较侪吼，耳根较重啦，来讲出声，啊，无你啊，我讲你嘴内安尼，啊，就别讲诶啊。哦，对，所以吼，啊。观众朋友，安尼恁知影无？啊，无人的时，你著讲较大声咧，啊，托你讲白较听有啦，吼。啊，对，啊，你也拄啊讲哦，正月初二安怎？正月初二吼，是一年的第一个初二啦。假使有时间，咱大家去托你讲白遐行行，真正袂歹咧。为什么袂歹咧？我甲恁讲吼，所有的人吼，做迄个。业务的啦，做生意的啦，哇，足侪人吼，拢啊初二吼，还是初二十人吼，拢会去遐吼拜拜，求土地公伯啊，求财，求贵人，安尼，互伊生意兴旺。哇，你看，迄土地公伯啊，毋是干咱即个年岁的人去拜呢，你去甲看哦，土地公伯拢是一挂少年人呢，因为少年人吼，伊拢吼做业务啊，爱求土地公伯啊，甲因保庇，甲因斗三工，啊，甲因斗招伊。嘅生理啊，互伊业绩吼做会到，哎，真正拢做有应验的呢。啊，而且吼，讲吼，咱若要去拜拜的时阵吼，上好咱是爱看啥物水果呢？旺来，就是旺旺来。哦，啊来呀，来呀，就是来呀吼，就是来嘛，吼来。啊，金蕉蕉来，旺来，旺旺来，金蕉蕉来，啊，捧个鱼啦，圆满。圆满。嘿，安尼怎样无吼？安尼，啊，咱老橘子就是。好吉利嘛，讨吉利，橘子鱼嘿，安尼。啊，拜五过啊，安尼。对啊，啊，因为吼，咱有心要去求特地公伯啊，吼，咱就是爱用五过。人讲数过，数过就是，迄个数吼，唔是四行，就是吼，迄个。
一个树嘛，树个嘛，树给他，树个嘿，献果，献果的意思，不是四项，就是树个，安尼啊，所以你得用三个，无就是五个，嘿，安尼啊，所以你甲看哦，足侪人吼，拢是少年啊去参拜的，所以吼，咱呐正月初二有闲，迄就是吼头个，更加吼，咱做一寡业务的啦，做生意的人呐，更加拢爱去参拜，嘿，啊求一寡财气，嘿，啊求一寡生意吼。旺旺来，对啊，观众朋友爱记的哦。对，阿明姐，我感觉今年啊，我真正甲叶大哥啊，学足济足济物件的呢。真的。啊，新的一年啊，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台，伫个120台哦。啊，一开春啊，是不是就祝福大家爱食百里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啊，听叶大哥今仔讲。这么多故事啊，真的是收获满满满。吃百二，吃到长长长，吃到咕咕咕啊！对，你啊，都啊讲哦，什么哦，什么听我哦，讲一寡些常识啊呢哈。哦，你话阿敏讲的较重点啦，你可能要叫书记。对啦，开玩笑的啦，而且吼，啊，这个过年哈，啊，要过年就对啦，前啊，咱前两天较无闲安尼啦，啊，啊，这个吼，啊，这个哦，我看啊，这个人讲穿衫困较饱啦，对，穿衫困较饱。啊，所以啊，啊，所以哦，啊，就穿衫吼，迄个啊，就啊，唔免去吼，做工课啦，哎，啊，佮唔是讲做工课啦，讲安尼哦，小困落较饱，安尼就对啦。困落饱，卖七早八早就起来啦。哎，然后呢，穿一早，穿二早嘛。哦，穿衫困啊饱的意思啦，吼。对对对对。啊，穿四就是接神啦，啊，穿五就是过开啦，啊，穿六就是养肥啦，吼，爱直到十五元宵米。啊，每一工吼拢爱做啦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看，安尼讲者伊就知啊，对无？好厉害诶，阿明姐，感谢大哥，侬真厉害诶啦。咱徒弟嘛真厉害。啊，迄个是。咱徒弟嘛是真厉害啦。哎呀，徒弟是迄个做叫做弄迄个少年的迄种诶。天哪！我少年迄种较厉害。啊，讲啊。向大家吼，即个报告者安尼啦吼，啊，即个明仔哦，若是讲啊啊，即也是讲有时间有机会哈，啊，即个啊，穿衫困较饱是安怎困较饱的，即个典故哦，也是讲即个原因哦，啊，即有机会吼，再个讲哦，大家听下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啊，等一下哦，爱搁讲一下哦，观众朋友吼，啊，咱吼明仔。要继续收看吼，咱报道慢无少，要爱记真嘞，帮阮宣传一下。阮是伫个下晡时3点到4点，伫个120台继续收看啊。请大兄大姐吼，甲阮宣传一下，甲你的亲戚、五仔、你的好朋友宣传一下，讲咱吼报道慢无吼，即马下晡3点到4点，伫个120台才看会到哦。嘿，好，谢谢。啊，阿妹在各位讲吼，拜拜，阿强祝新年快乐，拜拜。谢谢。